10万火急，舟车开进工地，工人急忙指路。在哪里？人家六楼。消防员傻眼，伤者竟然在工地的六楼。由于工地搬运不便，原本正在焦急等待云梯车抵达，灵机应变，运用起工地的塔式起重机，直接将伤者吊挂下楼。 我们就运用这个天车，把这个病患固定之后，要挂到一楼安全处。伤者是26岁刘姓工人，要拍摄工作用照片，踩上不能站人，只用来固定钢筋的柱箍筋上，导致柱箍筋滑动，钢筋刺到臀部，造成深度3公分、宽度11公分的穿刺伤。 伤者紧急送医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工地这么容易受伤，有没有公安问题？钢筋顶端没有做防护，违反我们营造。 标准的规定，我们当场会停工，罚款的部分30万。发生公安问题，工地其他区域仍然照常上工。刘姓工人幸运用天车吊挂下楼，捡回一命。记者王俊杰、陈正茂台中报道。